厉不厉害？今天好，12点半，下完直播，刚刚去打比赛去投票去了，让好多人帮投票，就开车过来。厉害吧，很高。厉害，非常厉害。这个呢？哎。哟，带了玉米。啊？带了玉米。这个烧水壶啊。对，带这个水过来的，放好它。想这么周到。还蛮需要。这个一边上面。嗯。等一下呢，这个等一下我来让它洗一下。玉米还是热的。昨天忘了拿下来，玉米是的。有要变色，哎，这个很嫩。谁家的？啊？谁家的？你看你就知道是大伯家还是谁家的。大伯家。嗯。我妈弄来的。嗯。不是，是那个，是小鬼家的。看一下这个衣服。这个衣服等一下给它洗一下，放在那个外面吹就可以干。我都懒得换衣服。你早都不用洗了，又换衣服。我洗了，我回去洗了澡，洗了头。昨天晚上实在是受不了。哎，这是我这几年来第一回晚上睡觉没有洗澡了，还能睡得着。太累了。又哭。入库睡觉了。这个是小入库，那个大入库今天挺狂。你知道今天入库在家里面干什么吗？干嘛？他在家里面把那个货架上面那个洗的衣全部打呀。哎呀，上次也是这样。然后在那里挺不滑滑的，然后你爸你妈都说怕的要死，他就不挤出来啊。他会扭他。然后人们都是好怕他喝下去哦，你被他打开了喝下去。我的天哪，你这个油锅！我带的这两瓶水可以烧了水，你们放这个饮料。嗯。要完了，加班。越来越调皮了，那家伙。嗯，我把电脑搬到车上面去搞啊。要。放心的，我也苦了。我不会下去看你。那个那里生活，那车子里面开的空调都湿了。等下我把那螺蛳粉去吃一个。你看我家那里吃个螺蛳粉，吃完就下去了。我又饿又困，眼睛又困。嗯。吃完再下去。嗯。等下烧热水吃完再去。嗯。那有热水吗？嗯。有，我打了热水。嗯。我也要吃。你要吃玉米啊？发表一下我先看。反正我跟你讲，憔悴的样子。还有一栋房子你自己盖啊。上门，要不你就把小峰峰带走。是吧？他不行，把大的那个带走。不是，这是小小峰，好不好？把那个，我说的是小峰，把又姑又姑带走。又姑。跟他说你什么时候给他取了个又酷又酷的名字？以前叫赌队啊，现在两个人他就不能叫赌队了。他要那个茅台的时候就又酷又酷又酷，然后那个老妈就这样子叫了。然后他的名字就叫做又酷又酷。是，对，就把那个茅台的那个气，会有那个声音。对呀，又酷又酷又酷的声音。你模仿一下那个又酷又酷，我看。我看不了。不是爷爷老辈说的。其实又哭又哭是说要的意思。他闻的那个茅台，又哭又哭又哭，要是就变成又哭又哭。哼，这个两个茅台，然后两个一起打架，这个也要又哭又哭。叫真祥又哭。还没想名字哦。哎，都说了叫真祥峰。他不理你们，不跟你们讲话，先吃玉米。嗯。给我发红包。
不是，我们这个地方，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风俗，就是生孩子的时候哈，别人来医院来看你，或者是说你在家也好，在医院也好，别人来看你都要回一个这个红包回去啊，就是图个大吉大利的意思，谢谢别人的意思，这叫利是，是吧？行了，玉米也吃完了，等下把这个包完，小优不优估计可以睡觉，你也可以睡觉。行，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，我是呼呼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耶。打开西瓜视频，点击头像进入个人主页，点击我要加入，加入我的粉丝团，加入成功后将获得粉丝团专属勋章。